私とこの剣がすでに勝利を見届けた。当然，他也是一个不错的沉的选手，所以上次我们也选了沉。他觉得，他也分析到我们的沉可能是这次比赛里最强的沉。They're kind of on your side, but LGD have been a tough team for you guys this year. 对你们来说是一个严酷的对手。Do you feel like you've improved enough at this event to get the win today? 对你们来说的话，你觉得现在你们准备好去击败他们了吗 ？LGD is great team, but LGD 是最强，是很强的对手。I don't feel the same strength like on TI, to be honest, from them. They was really scared for me on TI, but now it's not. 但是我现在的话，其实我已经感受不到他们在 TI 上当时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威压了。他们很强，但是没有那种感觉了。When it comes to this match that you played against OG, right? That series was very close. But even though you won, what do you take away from it? Did you see some mistakes? What did you learn? What did you improve on? 那么上一轮我们跟 OG 打的一个 BO3， 然后比较焦灼。那从那个系列赛以来，我们学到了什么？就回去复盘了。就我们前期打的没那么好吧，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视野的问题，就学到了很多东西。So when we go back, we watch the replays, and we found out that our early game got some problems, and also we learned many from their wars and sites. Nice, that's what we want to do. Keep making those improvements for sure. 那么今年我们面对Spirit 战绩是2-0，然后他们现在就是通过这个系列赛也在进化，显得越来越厉害。然后那么这一次我们感觉怎么样？
就还是比较有信心吧，因为我们上个比赛赢过他们，然后就比较熟悉了吧。Let's go. I think that's the perfect way to end this. Texas Arlington, are you guys ready for this series? 因为线上初期对线过于猛，到了中期就不可避免的长缓。那是透支了是吧？这里被刀塔下了。对的，然后被塔连续砸了得有五六下吧，被逼出了一个鲜活。马西还在跟移动速度上面有差距，这个大药肯定是会被断的。移动速度差了30点啊！十棵树放 Nova， 但是又被背回去了啊！这里歪队被马西单防，这几乎是一个单杀配合防御塔。对，死了一个远程兵，升到了2级，不然这一波就是被白消耗。对。这马西真的就是前期把自己但是这波萧瑟在给上自己 DB 二连，冰女给上一个 Nova， 马西回头踢一脚过来跟萧瑟摆明一毛毛住了，有点危险啊！最后一个神之前剑一双收了人头，一直在跟对方打，状态差。是的，又来了，哇！这里给了剑体术之后，这马尔斯一端好痛啊！冰女的身板根本遭不住，再毛住再过来继续消耗萧瑟。然后下路马西一回来，老干爹要人马上开始往后撤，要缩。马西在等冰女什么时候露头，直接选择踢线上的萧瑟，萧瑟避一下冰女往左边撤，动冰女背回来，背回来，凤凰这波再赶，有了剑体术，马尔斯给上了大招，哇，这冰女肯定是救不了，甚至这波老东京也来了，老东京有7个魔棒，喂饼干，反向走没被晕住，但是马西下一个背袭应该快好了。背过来，老奶贴身给上一枪，马尔斯一毛没扎住，但是马西这里踢了老奶一脚，两个人移速非常快，还在继续往前追，觉得自己普攻出不了手，选择用蜥蜴绝吻收掉了新 Q 的人头。老东京本来是不想交这个大招的，但是无奈魏饼干被躲掉了。小小来了，奥数服脸上过来配合冰女动谁，选择先杀对方好杀的米拉的马西，但是他能穿啊。看 PA 来了，闭上来给 GI 短臂。醒来之后小小再补上一个三崩，现在就是下路老干爹确实裂的很多，但是好消息是中上两条线发育的还不错。是的，我刚看小小身上其实存款挺多的，勾下来了，勾下了，但他只有一个人，想杀确实有难度，而且老陈给这个大圣上了一个冰甲。老奶奶又来了，马西又在穿，打断了伐木机的伐木巨链，乾坤之月伤害做满，老奶奶饼干也是做到，哇，这次是真的没得活了。哇，他们这一波控制交的好精妙啊，不是打上没意义啊，关键是因为上路一个伐木机自己一个人够打了，对吧？打下路是打对面的一个马尔斯，是一个节奏点，你要压肯定是压对面节奏点啊。现在伐木机来了，有危险啊。打出被动，老奶接轰炮，哇，这个细菌的伤害太高了，被大圣打出一个板之后接了个满 combo。这波伐木机很伤很伤，推了上塔下路过来打，结果是对面，虽然没有马尔斯大招，但是有一个老奶奶的轰炮。不过伐木机好像 TP 下来，他 TP 在 CD 是吧？来不了。对，来不了。感觉这波不好说啊。来不了就杀对面酱油，先杀个马西。看一下小小跳刀 VT 直接找对方的马西能秒掉，然后这里 Spirit 的后面人往后撤，萧瑟粘了上来，配合凤凰的烈日炙烤，能把这个老奶奶给烤死还不错。线上对线打一个伐木机，并且获得了2个助攻吧，应该是。断掉丛林之舞，这里想放板，但是老干爹的4个人瞬间到脸上。这波节奏串得非常不错，而且在对方主野区三角区里面留了一个眼。隐身伐木机配合小小跳 VT 和伐木机的一套三连，老陈给上帝之手奶量，凤凰再过来跟烈日炙烤，好像伤害有点不够了。哇，这一口老陈的上帝之手加上一个20格的老魔棒，是活活的救下了多伦多东京。当然他身上的灵魂之泪也是非常的关键。下路小小又来了， TP 到下之后 VT 二连打控制，配合萧瑟的输出立了一个大招，回头给一端，萧瑟被钉在了墙上，但是马尔斯没有杀他的能力，给上一个致癌短臂，漂亮，直接把人飙死。看着这个小小去主动找节奏，而且又来了山崩投掷往回丢到冰脸上，冰到塔下的范围，冰住之后给上一个 Nova， 又摇了一个大招，完美击杀老东京。还能再追吗？小小下一个跳的 CD 是不是快好了？他没什么蓝，伐木机在还有个跳丢给视野，给视野。跳三崩崩到了，但是这个位置投掷还是丢了起来。再配合冰女和伐木机的输出，还是拿下。老陈在高坡只能 C 一下，做到没坑了。是的，他们这个时候强势期要来了，就3个关键装备的出炉。老干爹还是选择继续攻双倍符，小小三崩小跳步继续往回丢。马尔斯这个大招只框到这边的一个小小，
看一下伤害输出够吗？老奶奶没死之后给了一个饼干，大圣远程给上了一板。那星图 C 这波因为过于深入被带走，老奶回头轰炮继续找冰女，冰女的体质有点弱，有点要扛不住了，被轰成了一个超级残血。马尔斯一毛自己吃魔棒，甚至回头还能给上一个 Nova。外队还在继续往后拉扯，这个高坡，哎呦，老东京直接跳伞给一枪，霹雳铁手回头打蛋，但是自己先被切掉了。萧瑟这波貌似有一个收割的机会，但啊，虽然说炸掉了，但是萧瑟能收到对方老陈的人头 ，Mira 也能被老大边哥给收走。双酱油经济确实是 Spirit 这里要高好多，但是在三个核心上面 ，PA 已经拿到了自己的一个狂战斧。哎呀，死了就死了吧，好死呀 ，TPA 死了，是的。老东京也是收烟收的非常小心，而且屁股后面有个马西，都老东京了，那还能是愣头青吗？冰女 Nova 高坡伐木机直接勾上来，用技能想瓢死对方的马西，但是马西有回身技能，迅速进行位移拉开距离。小小来了三帮，两个人投掷两个人，加上自己连击到的输出非常高，对方两个将顺倒，老陈没有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对的，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人有到 BKB。不过这一波打盾最后一丝血。Spirit 中路莫言被动吃对方全套技能，马尔斯交了大，而且是一个反向矛，凤凰过来给上一个大招想逼退，幻想负一吃自己还是死了，但是给自己的队友争取到了足够多的空间。萧瑟暴击先带走对方的老陈，后面还能继续追吗？秘法一口伐木机继续尝试往前留人，但是伤害输出不够，他这个狂战斧之后肯定是 BKB 呀， BKB 完了再说呀。我还在冲，这里萧瑟在高坡被找到，有盾，起盾之后我们看一下老干爹剩下的人能不能到位，大圣提前画上了一个猴阵，还有板，有板过来压起身，然后马西再背一手，小小给三帮能救到吗？哇，对方的技能全中，萧瑟是连人带盾全都死在了这个位置，老干爹要赶紧后撤，马西想继续留人穿上来找对方体弱的冰女，小小把伐木机丢了上来，完成了个手榴弹，对马西进行了反杀，大圣上树，差一点能够被蹭下来，但是没关系，这个伐木机大招还是减速给他留到了，但是老奶奶这波回头反杀掩护大圣撤退，击杀掉了凤凰，但是小小又把冰女丢了过来，还是把大圣给砸死了。 Faceband 的这个伐木机现在对于他的问题就是蓝量不够，马尔斯大招 CD 好了之后只有一个大没有毛，中了小小的一个山崩，醒来之后一个毛是带走了冰女，剩下还在继续放老干爹的风筝，有魔晶的一枪打晕小小输了，但是马尔斯又补上了一个神之潜界，还是能杀。哎，这打到残局 ，Face 边的伐木机一直处于一个没蓝的状态，真的很尴尬。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这一波啊，老东京的技能释放有点太没有压力了，因为对方这个猴子是通过自己上树下树什么的各种吃技能。刚刚这一波打完之后 ，PA 是更新了暗灭，冰女破雾。没得救，看一下能不能用冰女。算了，别这位置太深了。但现在有点不太美妙，好吧，就是这个盾掉的太快了。喂，这是有了以太之镜的马奇，超远距离的先手配合马尔斯的端矛，凤凰的激光已经为时已晚了，自己也是秒取消。团全面加固。你看老干爹核心装拿到之后，马上开始压过来了，赶过河道了。接下来这波就是肉山团。对，肉山。高坡视野没反。30秒净刷的肉山。小小过来一颠。先秒对方的马西，自己吃马尔斯的一套，凤凰给上一个激光奶，拿星图 C， 貌似好像还是有点活不下来，但是开了残血 BKB， 活下来了吗？凤凰还在给奶，莫言这波没死，反而是把马尔斯给勾引了过来。这马西倒下了，确实他们输出是少了一大截啊。这个高坡眼。好像他们来不及了，因为 PA 的暗灭打得非常的快。哦，还好打。老奶交了一波空炮，束缚，觉得自己技能 CD 快。这里马尔斯在被流，但是大圣帮忙给一板断了一下。小小第一时间开 BKB， 有自己凤凰烈日之烤奶兄弟上步，我就这么活下来的 PA。刀阵旋风过来打大圣，在猴阵里面输出爆一刀。哎呦，有点可惜。这两兄弟不会藏一起被双抓了吧？分头跑。感觉顶多抓一个。魅无形破了，破了！但前面大圣被伐木机给砍下来了，树上骑了个猴。伐木机通过自己的一个大招和冰甲视野，这个局面其实对于老干爹来说，只要不出现大的失误，应该算是蛮好应对的。找到莫言的小小，这波接波浪 combo PKB 应该是开不出来的。
被带走之后看能留几个人。老东京第一时间 BKB TB， 马尔斯也是 BKB 往后撤，只留下了一个很无奈的马西，只能留一个没有 BKB 的人。这个不就是话不多的呀，要非常非常小心被对方抓一个盾消的时间啊。老哥，你卡的也就是这30秒啊，我盾马上要消了，你过来打不打我？小小先手原地 VT 跟自己的魔晶普攻，想杀老陈差了一点输出没能成功。后面我们看一下萧瑟进场之后破被动找对方马尔斯，但是这个魔晶的效果破被动时间已经过了，马尔斯开 BKB 回头大招框住了五个人，但好像没人能上来，包括大圣第一时间也不在。老奶奶轰炮杯和马尔斯的毛先杀凤凰但没变出来。这老干爹在对方高地上阵型不是很好，还是要往回撤的。马尔斯上来补上一脚，大圣给上了一个双榜，老奶奶给上了一个饼干，给上了一个魔晶的一枪。萧瑟开 BKB 直接原地选择反打，能不能 boss 大圣呢？大圣摆了后阵有护甲加成，只能先杀脸上的马尔斯。后面凤凰买活过来之后赶到战场掩护一下自己的队友，马尔斯也是买活回头反向矛把萧瑟扎在斯塔的位置，凤凰激光弹能不能拿回来？萧瑟倒了，但是 face 边站出来了，完成了四杀，把对方所有人全杀掉了。确实装备的一个领先啊， Spirit 这一波在凤凰弹还是就是这个 PA 的盾还剩20秒的时候是形成了一波极具威胁的一个反打，之前的电魂这盘的伐木机。所以现在版本的比赛啊，一号位其实是个三号位，吃技能吃伤害的，对吧？老干爹提前站住，然后 Spirit 开悟出来先点这边的视野，老干爹直接开肉山啊。但这波 Spirit 来得很早，已经到位了，直接轰炮，小小直接准确找到，丢回来，控制往人群里面丢，空中接了个羊，漂亮，秒掉老奶奶。都直接给轰炮，就相当于在白给呀、啊，你直接轰炮定点，不就是自己一个完全没有任何防御的状态吗？这都不是破两路更好打，这是破了三路了，快！老奶奶马上复活，马西先手，凤凰是锁了盘子的。所以这波完全不慌，完全不慌，他们也知道这个凤凰是有盘子，所以就没怎么动手。凤凰在被动的第一时间，我们右边刚刚看到提示，他把盘子给解锁了。是的，这波带盾带奶酪感觉就很稳很稳啊，只要不被背一下，然后小小第一时间过来闪崩马尔斯，跳起来说其实第一时间没开 BKB 出现了一个致命失误。大圣摆上一个大招配合马尔斯的刷新两个大，但是自己在猴阵里面被扬了。兄弟他这波没有 BKB， 因为前面上路在线的时候被逮住了。这个大圣打完全没有任何输出，打不死老干爹任何人，只打掉了萧瑟的第一个盾。冰女人群当中微光满状态摇上一个大，这里残局 Spirit 肯定打不了，已经被堵在泉水门口了。老陈被给上一个否决，但 P 也没出暴击，哦呦，在泉水门口撒了个币，其实可以进啊，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那就好好拆去。对，但是 Face 边还在门口玩呢。Face 边我又死不了，到底谁跟谁玩？兄弟，来来帮一帮，帮一帮。他还想反向矛，但是直接被萧瑟 DB 二连配合自己的魔晶带走。克莱普斯倒下之后也是顺势敲出 GG。是的，能感觉到这一盘老干爹主要赢在什么地方？我是觉得，首先是小小跳刀出炉之后一个高效的抓人，同时是三个肉山盾，都是感觉比 Spirit 要快了那么一步。蓝猫在进塔的那波兵线里面应该是反补到了一个远程兵啊，出手把路封住，三锤砸到，但是上街重锤在 CD， 里面这个树林，哦，封路的上街重锤，丫头只能往左边直接选择 TP， 牛头也断不下来。这一波是趁美波西卡第一时间不在啊，用这个弹幕冲击断不到。不过马西电魂两个人动手了，小路有点危险啊，甚至第一时间没管小路的信使就要杀人，拿到一血。萧瑟有个跳。这两个人也完全没有被信使干扰，这里封路又是加三锤，漂亮，直接收下发条的人头。这一波也是因为有兵线的一个掩护啊，可以肆意的这样冲。下路这个情况感觉还是五五开，就是中路蓝猫的一个巨优，然后盛唐刺客补刀上面是没什么问题。哦，蓝猫回家之后从家里踢出来，直接过来下路突破电魂。这就是刚刚那一波中路到没到六回没回家这产生的一个差距。紫猫要踢出来之后才能到六级，导致了这一波蓝猫先动手。但是这里两兄弟要阴一波牛头，中路想控服，发条弹幕冲击粘上，马西也是在跟，而且留了一手板的，再搬回来发条继续跟紫猫过来收人头，但是非常不巧被发条意外拿下了。出假腿，然后多出点属性，主加三技能。这种就是吃帕克大招，然后去硬扛伤害。对。下路大锤天光信誓，边缘极限砸到，给上上街重锤，三锤挥舞起来，拿下电魂人头，再次击杀。这波先手打得非常巧妙，小路招了一个网怪，网住打先手，利用第二个 CD 好了的魅惑去进行一个减速。是的。好家伙！
下路甚至还在打第二波，小鹿马上还有个魅惑，魅惑再减速，大锤三锤，哎呦，甚至已经不需要第三锤落下来了。牛头被陷阱减速，想板发条走到冰堆里面，想用冰来扛发条弹幕冲击伤害，但是被关住了。这圣堂这个上来先 A 掉一个框，不让牛头 A 这个20块钱是吧？啊，树林中间要有个针眼。吹了一下，直接对小鹿动手。小鹿说：“我两级自然之柱，吃了紫毛整一套。”哎呦，这个异化伤害最后爆的斩杀量有点高啊！满级异化，我感觉这波小鹿，哎，下路同时也在动。是的，蓝猫再次过来找对方的一个电魂，所以这个时候就只能依赖这个马西发条和紫毛去找些小节奏。现在虚空假面有大招，其实想跟自己的队友打，紫毛过来用自己的异化打了一波野。膨胀锁一个技能，后面赵大两个人，我们看一下蓝猫加上大锤天光现实加电子涡流完美 combo 击杀老东京。另外战场分两边，右边的人跟不上了，只能先杀左边送过来的发条。不是，你能跟我说一下老东京这波在想什么不？我打波野啊，怎么了？不是，他们有眼看到虚空假面在往脸上走的，他们的高波眼呀、他有那个以太透镜吗？基因镜片啊，基因镜片，对对对，以太透镜什么东西？就是那个差加75释法距离的，感觉他背得好远啊！有的有的，紫毛又来了，这波吸住虚空假面，哎，没伤害杀啊！牛头锤地板没锤到，那算了，杀马西，把马西卖了，给萧瑟一个人头。蓝猫继续追击，但他自己的伤害输出够杀吗？紫猫身上有20个老魔棒，哇，吃了之后直接回到满血，蓝猫已经没蓝了。等到自己队友的支援，牛头板第一时间 CD 的中了一个残音，发条弹了一下。那老东京应该想走肯定是能走的，电魂来了之后还想配合反杀，牛头板下两人，蓝猫用最后的蓝滚了一个地形逃生。小鹿的红熊能追死发条吗？有点困难。紫猫想过来收牛头，牛头力量英雄血量非常健康，face边这个战斗力最猛的大锤来了，看一下 Claps 还不走吗兄弟？三锤挥到，打出一个熠熠生辉的暴击，然后再往前上界重锤参。 Claps 是直接倒地，老东京中了一板，能出被动不？晕不到了，往前跳风走位上街重锤砸到，太虚之境滑走，那算了吧。蓝猫能靠不？大锤能来，大锤随时能来了，来了，一个板小鹿魅惑一下减个速，但是这波天光现实的范围肯定是晕不到的，能跟上街重锤，蓝猫超远距离再滚，我听到声音了，来了之后叫电子涡流拉住，拿星 2C 再收一个人头。紫猫僵住了，有点。紫猫说：“我是想打的，但是好像我不知道能杀谁。”是的，想打输出不够。脸上这里脸上只有个小鹿。是的，这歪队的酱油永远站在自己大哥的身前。是的，这小鹿杀了给你杀了呗。对，你看他刚才打这片也后屁股朝人家。是的，他打这边也正常，应该站左边吧？他直接站右边。把对方的一个刷钱的范围和能运营的地图缩小了一部分，然后牛头掏跳了，哎，这点也点在对面脸上了，滚到框外面被弹了一下，发条接了个勾，紫毛接了个残音吸，纳星图在这波还好滚出来了，弹幕冲击刚其实压起身的，太虚之境两段劈，蓝猫这里还好是一丝血没死啊，老东京技能放的太犹豫了，他两级的吸吸住之后。他的大为什么不早点放呀？应该咔咔就是两刀。是的，大吸住就咔咔两刀，一个异化的。然后他后面感觉了一下，哎，好像有机会。是的，然后再往前追的时候，被蓝猫的躲，就是滚是躲掉了这个大招的伤害。就是有一句话叫机会稍纵即逝，稍纵即逝了。然后这里也想要杀一个小鹿，外队的小鹿又是遭遇了对方 gank 小分队，马西交大杀。互相打赏了一下，哎，这打赏也有点莫名其妙的。这克莱普斯说：“兄弟，你怎么还不换线啊？上一塔推了这么久了。”这波蓝猫奥数服不舍得吃，最后还是吃了，还吃了，拉了一下。想勾兵线，但刚刚那个位置应该也勾不到的，勾不到。这一波萧瑟会不会有点危险啊？这波盛唐其实有一只被扫到了。他被扫描扫到了，老东京，老东京，萧瑟还不走就有危险了。有左边高波视野看到人了，但是被霹雳刀被沉默住了，残音吸住了，大雪赶紧过来给奶盾，对方圣堂四个输出在伤害有点高。这样大锤好像也，有魔晶回头三锤敲残对方，你了，牛头大，我心 Q 杀马，这大招完美大。但是 TA 输出打满了，能说，打了个 miss， 蓝猫回头再滚，还是强行把崩溃哥给收走。啊，这波说出来还是很困惑，因为老东京这个 A 仗出来第一波就直接打出了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还能再追一个小鹿，能追圣堂刺客过来两刀，这波真亏啊。
来到了上半区刷钱。其实这个上半区是更安全的，但是他就想不想让对面盛唐刺客刷他们的三角区。牛头高坡视野板接蓝猫滚过来之后接手拉，但是发条其实是一个勾给断掉了，配合盛唐刺客输出。哇，这亚托罗现在装备太好了。最主要这一波没有弹，就靠那个发条一勾断了之后，紫猫的一个 A 杖沉默住了蓝猫。这时候蓝猫是没有 BKB 的呀。他们还想动手，因为现在老干爹打不了啊，两个人在读秒，找到了一个小路，销售吹了一下，过来被吸住了。马西背了一手盛唐刺客过来，我甚至都不用了，他怒拳破就打死了。这一波人头拿完之后是怒拳破完有跳刀了。大锤要被抓了吗？这一波开悟抓大锤。也是第一时间看不到星星，第二时间看到了，断牛头，牛头，然后正面 动大锤，直接冲到一塔后了。牛头板交完，余震再眩晕一下，但是仅靠小鹿的输出，想杀发条技师真的很费劲。马歇过来帮他保存了一下，三个芒果一吃。盛唐刺客19级，然后带盾，老干爹要等 BKB 啊。不管对面带没带盾都要等 BKB， 带了盾就更要带线了。是的，老干爹现在 BKB 差的还远不远啊？牛头破雾隔树林，哎，这个板出去就紫猫找到。他这里如果刚才那个板落下去了，还好能晕到紫猫。但是现在都是两边 BKB 第一波呀，就是人家 BKB 现在九秒强度还是有的。哎，有危险。有 BKB。被逼 BKB 了呀，滚 TP。发条钩精准，这也能找到吗？米波斯卡，我还好，还好蓝猫还有蓝，还有20个魔棒加上一个魂戒。马西还想要跳杯，因为他看蓝猫滚出去其实已经没蓝的情况下，想要跳杯怒拳破击杀蓝猫。老干爹还是这个理念。又是马西和发条导弹的视野先手。跳杯怒拳破，小了不足以支撑他们打主动进攻。是的，所以他们绕一圈还要上来点个眼。点下了假眼，看到萧瑟，又是萧瑟，一勾没失误了，萧瑟开出 BKB， 回头这个位置招大招猛敲对方盛唐，但这个时候 Claps 掉了。看一下蓝猫滚切入进来，牛头肯定先死，大锤我直接往虚空大里面跳。这里盛唐刺客被秒了。可以，这大锤后面三狼头非常关键。然后蓝猫继续追击，老东京，老东京也被带走，脸上只有崩溃哥一个人。牛头这位置买红过来，手跳大两个反两个，非常完美，非常漂亮，因为有个大电锤的30%的必中，然后嘎嘎出被动。小鹿走高坡，虚空甲没有魔晶往上跳，但牛头被勾引过来了，大锤三锤找对方马修，电磁涡流拉了对方三个人，虚空甲面大招打住两个，但是第一时间被缴械了，后面再猛敲盛唐，第一时间没打死，萧瑟还在盯着他 A， 盛唐 BKB 要结束了，开了一轮新的折光，回头之后想敲对方的电魂，但是也没能成功。哇，这波中高波蓝猫，拉了对方四个人，被个大锤的一个天光限制，三杀费斯边直接还有机会，还有实力。上街重锤再跟，但是蓝猫没状态了，要先撤一下。哇，实在没想到这一波蓝猫后续的第二个拉了四个，配合大锤残血还能打。哇，这个电魂没想明白怎么走到大锤脸上了，蓝猫超级残血再给到一个电子涡流，被这边要暴走了。大锤，完成暴走，还有机会双暴走，兄弟们都给我留下，我 nice， 大兵哥双暴走。Nothing to say， 23号位两个人站了出来。电魂过来用电子涡，用等离子场收走了一个残状态蓝猫。能报仇不？跳到 CD 时间3秒钟，但是买活的，他买活没有 BKB。没视野，没视野，找不到他了。克莱普斯也是绕了一圈走到自己的一波，他自己主动来打，抽攻，他感觉自己很强。兄弟，你是对手不？有小鹿的推进输出啊！崩溃哥，你是不是有点要崩溃了？受不了了！小鹿被缴械了，被天堂了。刚才大锤被缴械了，但是又一个 miss。小鹿单收这个人头直接升到20级。他刚刚拿 face 边人头多少钱啊？这波赚不赚啊？他 face 边一个25级的人头啊！这个紫毛杀完升到25，天赋一点变成六狼头。然后我跟你说，这个超级残血的蓝猫被大锤的一生辉奶了两口，中间还回了两根血。马西进来是差点抢盾啊，但是还好 Y 队眼疾手快。不是，但是这个盾给小鹿拿没什么用啊。就虽然说他没，至少比对面拿了好。单照照到了，能留吗？
看一下蓝猫来了 A 加拉，哦呦，甚至这个马戏直接被滚死了。老东京一话不足以拉开安全距离，太虚之境连划两刀，蓝猫没蓝了，那算了吧。啊，还行还行，控下肉山盾，然后抓掉了 TA， 因为电魂是前面一波名牌买活死的，被虚空假面照到了是输出不了。不是虚空假面不可能不照他呀。是的，里面有个刷新油碎片，哎呦，虚空假面美滋滋啊。还是说给蓝猫让他拉三手？拉三手没必要吧，我的虚空假面两个大。小鹿又是过来赶对方的人，牛头板断一下电魂，紫猫直接往里进想想盾，但是肉山的血量其实还很多，发条继续勾勾的是小鹿啊，弹的小鹿，然后马戏这里板了一个莲花，蓝猫启动之后第一段滚的位置不太好，再滚进来之后我们看一下，在框里面发条继续被大锤直接带走，牛头这个位置准确的找到了 Claps 的电魂。现在这个大锤的输出对面有点看不懂了呀，三锤子敲死一个发条，然后跳出去三锤子又敲死了一个电魂，就这个时候已经是一颠倒了，这个后期能力两边阵容差距太大了。对，刷星球碎片是给到了大锤，大锤又递给了虚空。看你再看我一眼，我再给你一个打。就你看我一眼，我一个大，然后你把我打死了，打死了之后我起来之后又一轮。是的，最后得绽放一波呀，不然显得有点索然无味啊。要不照一下泉水？没有，我说 Spirit 得出来绽放一波呀。看他们这个情况，应该是打不了了呀。他在等电魂，在等电魂二十秒活准备绽放。是的，得等团魂 collapse。但这个绽放脸上有一个，来了，老东京不甘示弱，先过来一波消耗。Mira 过来尝试性威力手发条，又给了一个勾，但是想弹的话被牛头断到了。蓝猫进场，包括大锤进场，打对方牙头的圣堂刺客没破掉折光被他回到了泉水，那么发条技师就没那么好运了。先把外面的人杀了，发条倒了之后我们看一下，团魂崩溃哥活了。谁出来杀谁？谁出来杀谁？小鹿说：“我先上了，兄弟们。”蓝猫的位置只拉到了一个人，有点可惜。然后大锤在旁边跟这边的一个崩溃哥狂城单挑 PK。虚空假面说：“兄弟，我在旁边帮你压阵。”上来吃了个缴械，但没关系，感觉老干爹已经开始随便打了，技能输出都不是很想放。电魂抽弓再抽小鹿有什么用啊？大锤上来之后，第二时间三锤给带走。萧瑟真的就基本上完全没出手。来了，这也不照吗？不是圣堂刺客就是一直在看着虚空假面的动作，虚空假面也看着圣堂刺客，两个人就是在看你什么时候打，我什么时候跳。不是，萧瑟真的就有点在玩弄了，来 了大柱救大亚特啊，然后旁边还有一个马西主动蹭到了虚空大的边缘。怎么说，刷油碎片还有蓝放第二个大吗？牛头大招，有蓝，再大买活的亚特啊，对自己的粉丝痛下杀手。这一下就两个人互相看着呀，圣堂刺客也没打输出，虚空也没打输出。是的，最后明显我已经感觉到了，萧瑟觉得随便打，现在他上去。PSG LGD have done it once again and a 2-0 here against Spirit. Now to start off with here, they've not won a game against you this year. I want to see, do you just have a good read on them, or are you just better? 就是 Team Spirit 今年还没有赢过我们一把，问我们是不是读透他们了，或者怎么样？没有吧，我感觉每把胜负都很接近，大家打的都很认真才能赢他们，但是实力是很相近的。A little bit also about this Chen that keeps coming up, right? Was it a risk letting it through? 为什么第二把放陈？为什么第一把放陈？我们有研究过。We got some studies on that. Aha, there we go. 放陈感觉难不难？怎么样？大家都看到了呀。Everyone see that? 所以我们又进决赛了，然后有可能面对 OG， 有可能面对 Spirit， 有可能面对茶队，问怎么看？希望是 Asta 吧。We hope it's an Asta game. Ooh, we want to see the two Chinese teams in the grand final. We'll have to see if that is the way it goes. But Arlington, make some noise for LGD! And we'll go back to the desk.